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又到了大家吃便当的时间啊。这一集比较特殊的是因为说那个这个便当哦，不是冰箱去买的啦，是冰箱的那个好朋友去那个林内哦，林内车站附近听说有一家啊叫做阿文排骨饭，哎，就是阿文排骨饭吧，哎，对啊，然后他觉得好吃，就帮我带了一个猪脚便当回来，哎，那所以虽然冰箱没有去过现场哦，哎，可是可以开个箱给大家看。那这个猪脚便当是昨天晚上买过来的啦，那因为昨天晚上东西太多，所以吃不下。那我已经有冰过了哈，那等一下我把它微波好之后，就是，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个便当到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，这便当已经微波好了哈，因为它蛮大的，然后刚刚是750瓦微波三分钟，应该是够了哈。现在来看看这个便当，好，然后来开给大家看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来拆这个便当，哦，这是那个林内车站旁边的那个阿文排骨饭。然后这是它猪脚便当，等等，哦，那它这个就是很传统的那个古早味啦，哈，它就是稍微看一下是有那个笋干、酸菜，还有这个猪脚，那猪脚蛮大的，你看我们比起来半个手掌有。猪脚还蛮大块的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吃这个便当哦，就是这是我朋友从那个林内帮我拿回来的哦，嗯，来，这个猪脚便当，这个便当哦，分量很大哦，很蛮重的，这估计应该超过半公斤吧，这样才85块，哦。这样一个便当，猪脚便当85块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它的那个配菜哈，它配菜好，这个笋丝哦很多哦，满满的笋丝。嗯，那种高渣味啊。还有酸菜哈，酸菜。它就是那个台式那个，就是我们吃那个挂包那种酸菜啊，炒有炒糖的。那它没有弄得很咸，所以觉得还 OK 哦。这个没有很甜啊，就是不会腻。然后饭呢，吃饭的表现不错，因为这个是昨天的饭哦。嗯，很棒。这昨天晚上买，然后我在家里自己微波，吃起来跟在店里面差不多哎。我的饭好吃哦。嗯，那本来他们那边就是稻米的故乡啊，那边米其实以前在那个东部直上关山的米
我走红之前啊，那我小时候最红的是浊水溪的米啊，就是蓬莱米啊。嗯，哇，再可以看那个饭，哦，这饭真的粒粒分明。嗯，不错。那刚才猪脚哦，我把猪脚丢给你大哥哦。那便当实在太大了。哎，咻！哦，你看，看看，短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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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它软啊，但是不烂。哦，吃起来口感是 Q 的，可是它不会烂。然后它的那个卤汁啊，哦，吃得出来，就是他们就是用那种酿造酱油啊，就是这个酱油是用好的酱油，它吃起来会有一种那个回甘的那种体，人家说体乎那种回甘的味道。那一般那个。用那种化商业用的那种化工酱油哦，就卤不出来这种味道。嗯，那看虽然它的那个猪脚没有说颜色很深啊，哦，可是它味道都进去了。哎呀，虽然看起来白白的，你会觉得说好像哎没有很入味，可是它的卤汁的味道，哦，不但进到皮，也进到肉里，因为它那个吃起来啊不会，基本上很下饭哎，我就吃一块猪脚，然后这个多扒两口饭。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。还有这个便当还85块，好大一个。哦，真的，真的是很谢谢我朋友那个我兄弟到那边哈，吃到好吃的啦，不忘带了一个便当回来给我。然后神奇就是这个便当是昨天的便当，今天微波完居然还那么好吃。哦，这就是会让我很迫不及待的想说改编，就是亲自到现场去内用看看，应该会比便当好吃 N 倍啊！哦，那今天的那个便当啊，就是这个是林内的那个猪脚便当啊，今天85块的猪脚便当，然后先介绍到这边了。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然后开启小铃铛哦，然后最新。全省各地，甚至全世界各地便当资讯不漏接，好，美食情报一样提供给你。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